春联那个福字儿就映红两天。今天咱和乡亲们就过大年。进了村儿的大爷大娘拉住咱的手啊，家家都想迎亲人，让到屋里边。热炕头上说不尽咱村里的新鲜事儿，东家走西家喘的挨户去拜年。一处处的新瓦房子贴着新窗花，一幅幅新年画色彩真鲜艳。村子里的秧歌队吹拉又弹唱啊，家家都在包饺子吃着团圆饭。城市里的各样年货村里照样有，闺女带花小子放炮还是老习惯。秃岭栽满小树苗啊，你瞧那希望小学盖起新校园，乡镇企业就好像那芝麻节节高，农田菜窖鱼塘果园全在大发展，还没富的庄户人家照样有盼头，跟着党奔小康，越走路越宽，卖场上的人山人海围成一大圈，城里来的名角下乡都把戏来演，邀您唱歌五丁不全尽管唱，邀您参加节目您就大胆往前站。这边瞧的经济帮子跃进华府戏，那边看狮子龙灯高桥跑旱船，说的笑的舞的跳的吹的拉的弹的唱的样样都齐全，男女老少台上台下演员观众四面八方大联欢，最后我请大家唱在希望的田野上，又是放少年。好，兄弟姐妹们你们好。今天呢我们很多演员呢都争着来抢着来，但是呢中央电视台呢正在排练春节联欢晚会，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来，对，所以呢就来了一部分演员，很多同志们呢都非常想来，我们台的很多主持人呢也都争着来抢着来，但是呢也不能大家都一块来。今天呢我们这个演出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，就是我们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呢他们都是来自农村，赵本山就是其中的一位。是我到这儿来就感觉到就像回家一样，看到叔叔大爷爷爷奶奶兄弟姐妹们的面孔非常熟悉，而且特别可爱。我本身就是在农村出来的，是我今天呢还一直没有忘了农村，我经常回家，我感觉到我如果要失去农民这种形象，也没有我赵本山的今天，我永远是你们的代表者，谢谢。他这种对农村的感情呢，我想呢也代表了我们所有这次来农村慰问演出的朋友们，因为呢我想呢我们都是吃着农民种的粮食，如果不是你们种那么多粮食，我们怎么能吃饱饭呢？所以我们在这里衷心的感谢你们，我们应该诚心诚意的为你们服务。哎呀，还真没有想到赵老师能够有这么深刻的理解，我代表农民兄弟们向您表示感谢。不，赵本山呢诚心诚意的奉献给大家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。我是本身是个演小品的，但是今天呢意义不同，我非常喜欢过去彭丽媛唱已经唱红的那首歌叫父老乡亲，今天在这里演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我把这首歌奉献给我们在座的所有朋友们，希望喜欢。生在一个小山村，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，骨子里长满了故事，含笑中埋着乡音，一声声喊我入名，一声声喊我入名，多少亲多少疼爱，多少开心，父老乡亲，父老乡亲。
不少小山村，到处有我的父老乡亲，小米饭把我养育，风雨中教我做人。临别时送我上路，临别时送我上路，几多叮咛，几多期待，几多情深。我慢慢往回走吧，你们抱吧。观众朋友们，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著名歌唱家郭颂老师。朋友们你们好。我想啊，郭颂老师演唱的歌大家非常熟悉，像乌苏里船歌、新货郎、越走越亮堂。我是来到了咱们农庄，老头子的，你有点学问好不好？现在人家兴叫老公。